为什么全部都有一点痛？那这样还要玩溜滑梯吗？啊？啊？哦，那个是树叶。你要玩荡秋千呀？要把你推很高吗？不用推很高哦，你为什么脚会痛痛？我这里。啊？来玩溜滑梯啊，用屁股溜滑梯。哦，又来了，你们又来了啊！短短短短短短，啊，你也短短短短短。哇，你短短到一颗牙齿都不见了。啊！啊，不是这样，短短短短，等下掉下来。卡住了啦，赶快起来啦！哎，啊，你怎么一直给人家卡在前面？哎，要从那里。哇哇，乖啊！等一下，一颗牙齿又掉下来了。